围着，看咱俩谁先找出图中的所有不同。我们先开始吧，你一个比，我一个比。你的题目是请找出九处不同，我的题目是请找出十一。哇，你十一个不一样呀！我看看啊、我这个哎，云朵，我这里不一样，一个。这个花的方向不一样。这个蝴蝶没有，两个。这个花没有，三个。这个哎，烧魂切，四个。嗯，这里比不一样。哎，这花不一样。这不一样。五个。这个抱枕不一样。六个。小孩的嘴巴不一样，还有这个鱼不一样。六个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这怎么才九个呀？八个。还差两个。八个了。还有哪里不一样呀？都找不到了呢，花一样。我也找不到了。可神奇，我家就差一个了，琪琪。哪里啊？我看看。你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我差一个了。帮我看看，我哪个没有找到？这个花啊。哦，这个花不一样呀。哎，好，我的找到了。你的找到了，我的还差两个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九个。台灯不一样呀。哪里不一样？台灯这儿，你看，这里有个圆的。我没看到。这个箱子底也不一样呀。还差一个是不是？够了，十一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十一个了。咋都找出来了呀？对呀、你这个九个，那说明我们俩的观察力还是很不错的。然后你看这里还有这么一厚，还有这么一厚厚的一沓呢。那我们全部都给他玩一遍吧。可以可以，我可喜欢玩了。